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一个视频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局录像吧。那这个只能选这个连环月啊，挂三个装备，你还是美滋滋。那我们该丢两个锦囊就丢两个锦囊，如果是个无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续一下的，开个一代牢，好像是有那种无血的毒条。什么情况？四号位表示自己什么都不动，你居然逃跑了？你看开一代牢的时候好像一直有毒条，然后一号位和八号位突寡了，说明他们手上是有无血的感觉，是或者说场上他是有小诸葛的。你看他用过河拆桥的时候是有毒条的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因为解说用的那个倍数是两倍数，如果说一倍数的时候你自己仔细去观察一下，可能就会发现有这个火诸葛的一个毒条，或者就是说别人手上是捏了一个无邪嘛，所以火诸葛应该是网杀最失败的一个武将。知己知彼，杀了三号位。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压根就没跳身份啊，你去搞一个逃跑的人算什么？算什么跳身份啊？除非那个魏国就是那种吃饱了撑着的魏国觉得我们是非位啊。那我们三血不卖，可能觉得是非位吧，出一个虞姬，出一个无邪，再开个南蛮。其实无邪挺多的，所以是不是火诸葛还真的不清楚。我们这极致是可以亮，这边有个连弩，那这个远交肯定是要用的，但是你用在虞姬身上，它有可能给你截胡截掉，你知道吧，因为这个是个虞姬嘛，它有个牵换，当然他有可能就是说觉得没必要，还不如拿着这个这些晃牌来防御。我们开了一个万剑，别人正常都会出无邪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脸无耻之人。没杀，有晃又怎么样，直接被我们叫做人，算不得真。先用锦囊吧，决斗一下。来了一个纸笔，那肯定是看下家的，因为我们有连弩，看到一个大嘴，杀，再杀。老天不，什么情况？居然不悲歌。我们留一个桃园，待会可能是要回血的，因为现在要马上变鏖战了，冰凉失效了，尴尬。现在已经进入鏖战了，四个人，三个黑人，一个被断肠的美女，我们是不是有皮肤的？火杀全军突击！现在最多有口酒，然后就这么躺赢了。我这蛮军蛮的还真的是比较标准的，不蛮四血，一个四血的二爷，然后没有蛮这个状态好的装备好的一个诸葛。因为我这个是在路人局打的，所以也不会觉得我在开黑吧。逃跑了一个，那我们这只能选邓艾斯玛艾玛组合。七号位，我日常是不刷脚气卡。鬼魅还能抢一个手量，诸葛不错。诸葛就是很烦的。刚才说了，这个一号位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跃进或者是他闭月的一个图条，哎，不错，那开启团来了，还个逃跑的，那我们三打四是很有可能就可以打下来的。这边的话多留牌，不要刻意去卖钱。那说明的，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那说明的这夏侯惇主将是个真机啊，要不然他一个荀彧的话给我们补一张也是一张，是不是给这张辽补一张也是一张啊？击鼓于此，
以治四方。那、我们红讨了，他也姨妈了。留得良田在，三个田还可以。无中生有。这里甄姬其实我觉得有点打错，他这个就是阴阳鱼应该拿来续牌用。如果说你有四张牌的话，你甄姬防御是非常高的，而且离点明摆着是有拿麻，那你梁许你肯定不会配合他嘛，而且他这是个离点逃到你这个夏侯惇也不好去配合。雕虫小技，南蛮入侵，凤雏岂能消耗。所以这里令人打的又是奇臭啊，这里你看到他一个先驱标记，一个珠帘闭合，然后他又是个龙凤，你还给他牌，你这不是作死吗？死的不能再死了，丢两三张杀，能手上是不是有好牌呢？燃烧吧，五号瞬中杀人，因为我们手上是个桃子，根本无法帮他改，该救还是要救的。这里倒是可以给他忘西，因为他有个先驱，有个珠帘，他肯定是用先用先驱，然后多过牌，多过牌之后再珠帘，珠帘再多过牌，才更有机会把你们烧死。我们以为我们四打二，这个人也逃跑了，这八号位刚才就逃跑了，四打二会很轻松，现在变成了被四打二被吊打。燃烧吧，然后诸葛一然后用这个珠帘打输出了。应该是个跃进了。哪里走？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哪里走？你去顺一号还不一样嘛？他还是会打无邪的，因为我们去顺，至少我们的手牌锋芒起来之后，肯定是去打这个诸葛和这个暗将啊，就是一号位这个暗将啊，是不是？那他肯定不会让我们手牌这么锋芒的。太极生两仪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与敌？双红桃，我们只能再搞一个，各种红啊，各种八卦棒红啊。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他叫我们收人头，收不收？收不收？你说收不收好呢？哪里走？不要听他的，因为你收完，你去杀他们哦。收的人头牌是一到二张。这个收益很高吗？我并不觉得很高，相反的，你去拿一张杀去杀这个周氏或者杀诸葛，他们掉血的不，这收益不是更高吗？直接砸死他就是了嘛。我们为什么要去管这种死人啊？没必要去管这种死人啊。像你说你越境你杀不到别人，你去杀他我可以理解，因为你杀了他之后至少是一张或者是两张的一个人头打，他还是叫我们把人头收着。为什么要收人头啊？诸葛现在已经没有状态了，我去收这个杀他一刀，你可识得此阵，结果还是摸一张或者两张牌，我杀诸葛稳稳的一刀。我们要杀了这个暗将，我就不吃菜了。这局是不是很逗？这个跃进是不是很逗？各种红桃。何愁不破敌？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我们顺不到他的，因为一个田。还不用我们改，我们能不改就不改嘛，多留点牌是不是？雷杀，冰凉寸断酒。其实这里应该多留一口酒的，但是当时出的时候想着，哎，多留三个桃子不挺好的吗？就是这个比较好看，然后给他改一下。击鼓于此，以制四方。先顺吧。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这里我们的丢牌肯定是丢错的，因为你开个远交不一定能摸到一张杀，你应该丢一个
连弩和一张赏，或者丢一张赏和一个桃子，你留一个连弩，到时候就是说万一开出杀来你可以杀他，因为有时候运气不好你开三张牌你是开不出一张杀来的。那么我们本期这个视频嘛就这样吧，最后就谢谢大家。